盘点豪门的十四把大唐神器，鱼岛逼哥的扇子全服第一。除夕到，寅虎年，如风给您拜年了。金牛扶手辞旧岁，瑞虎腾跃迎新春。感谢小伙伴们又一年的温暖陪伴，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愿大家万事顺心，好生活和和美美，好事业红红火火，一年更比一年好，一代版本一代神。如今的175 PK 格局，大唐官府成了新的物理一哥。下面如风就大家盘点下五神坛豪门战队中目前的大唐武器。一、鱼岛逼哥手握全服第一扇子，综合总伤1112点。二、普陀山大富老板手握全服第一巨剑，16段综合总伤预计1106点。三、西栅老街轮总手握全服第一剑，综合总伤1102点。四、紫禁城私塾的扇子，大唐使用综合总伤1093点，暴总1109总伤的第一双剑目前存在了仓库。五、珍宝阁下点手中的1080纯伤扇子和不败哥手中和1073神佑刀，两个都曾作为大唐打过辅战。六、浩文的诗情画意武器综合总伤1078点。七、大观园赵山河的扇子综合总伤1073点。八、明秀园秋沙的大唐武器综合总伤1072点。九、2008银月的巨剑武器综合总伤1070点。十、屈服孔庙超哥的刀综合总伤1066点。十一、沂水雪山大唐武器综合总伤1065点。十二、西云楼大唐武器综合总伤1063点。十三、生日快乐张总的刀综合总伤1062点。从数据上来看，鱼岛逼手中的第一扇子就是当今武神坛的第一大唐武器，同时扇子又是双种族武器，这把武器也是最值钱的服战武器。小伙伴们，这些豪门服战队的大唐武器，你最喜欢哪一把呢？